只有拉洋车，只要肯卖力气出点汗，
定有卧头之处。可你要是认识几个字呢，那么再好点面子，那就拿爷们你说吧，那就只有当兄弟。甭说别的，要是一挑上啊，先有声好一传，一个月还有6块钱拿着，这大小是个差事，是不是？当家的，天不早了，该歇着了。就来。什么时候了还聊天啊？哎，好，是不是啊？我呢，也就是这么干上巡警的。哦。你呀，好好再想想啊。哎，反正局子里呢，我还有几个熟人，是不是？哎，歇着吧啊。明儿见啊。明儿见，林政委。哎。季民混到非拉车不可的地步，当巡警，不高不低，先有身号衣穿，6块钱拿着，这大小是个差事。一家人先有饭吃，对，挑巡警去。大妈，哎，您起来吧。我早就起来了。他是呗，你走了？啊，烟袋带着呢吗？带着呢，带着呢。哎，下菜不早点回家，别又喝酒去，听见了没有？哎呀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老是这一套。赵大爷，您上车了？哎，怎么孙元还没出车呀？还没呢。哎呀，小又、啊、小又怎么下地了？下地了。哎，孩子快满月了吧？都要满的月呢。您瞧啊，这年头啊，日子越不好过，还他妈添人口。您瞧这个丫头啊，一生下来就吃窝头的命。哎，这个年月有窝头吃，总算不错了。是是是，爷们。慢慢熬着不？那得。哎，小锁啊，爸爸。哎，这瞧瞧，这么大了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怎么不叫孙大叔啊？孙大叔，哎、孙大婶，小锁。你怎么回来了，小锁？我有事，爸爸。哎，他让我找您喝酒去。啊，哦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叫妈妈听见，回头又来啰嗦了。快走。你当家去挑去了，一大早就到局子里去了。哦，好歹的能挑上吧，大姑娘啊，要是挑上吧，还得捡辫子啊。站住！不是，可不能够偷懒。事情是啊，什么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最要紧的，咱们就是给你上边惹事去，把结婚那套啊拿出来，去地面上做点事。咱们这是当差事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我就这样挑上了巡警，上过车，受过训，我派的杂志条站岗离我家不远。谢谢您了，哎，自己爷们没说的，好好。
您虽说这一个月就六块龙羊吧，咱们图的将来有个生辰，对不对？您哎，可不是嘛。爸爸，兄弟收车了，嘿，挺他妈神气的，嘿。赵大爷，您下车了。啊啊。我买了，赵大爷，咱们一块儿回家吧。哎，好吧。哎，小伙子，在曹掌柜这儿好好的干，你爸爸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。没别的说的，曹掌柜，您带手都给调理调理吧。啊，这还真不错，啊，挺人性的，字还写的不错呢。哦，你瞧。啊？臭脚巡，又是你，小兔崽！臭脚巡，他妈的！好衣你穿上可真他妈有个瞧头，我要是认识字呀，我他妈也挑个巡警干干。您别打哈哈了。这叫个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。东哥，哎呦，哎，海福，好儿子，大妞，你跟海福在这玩啊，爸爸走了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兵变，刀尖战术，战术难逃啊！Oh, my God.
平常要进入三女主管，今儿怎么了？出这么大的事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穆掌柜的，老林家，您借我大褂穿着。军官，打着桥着火了，点的兵造反，杀人放火，铺子全给抢了。我早就知道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？您是新来的吧？都由人民管了吗？哦，
生生活没有，怪不得这些个日子报上总提倡这个呢。啊，这倒是新鲜事儿啊。是，而且我想，既然是提倡了，那革命党一定比大清国好。那当然，那就一定比大清国好。当然，国民平等，全国平头。我一想起我们小所给辫子兵砍死，我心里就难过。孩子都死了，你还想着干什么呢？这是。那我呀，在大清国干了那么多年，是没想到我这事儿给落过去了。哎，就是我的兵，赵大爷，你得多喝点。哎，不对，再给我们来四两呗。怎么，再来四两？您喝吧。对，再来四两。我跟你说呀，爷们，是，就我年轻的时候啊，那比你精神多了。那是。哎，现在老了，不行，闹得看太庙去了。这来就成了，赵大爷，咱都盼着好日子过吧。有好日子过，那是啊。你们现在已经提升三等警了。饷啊也加了1块钱了，上边交代下来叫你们俩去看家门，勤点人，一共4个人，有你们俩。那么我们的饷呢，在哪儿拿？还在区里拿。这看家门能管什么？看家门是点清闲，不计站门守夜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是您甭说别的，鞋先省。秦大人我已经见过，是今儿就得派出。你们俩先收拾收拾，你今儿就得去啊！貂蝉口8号，记住没有？记住。经理，经理，经理，王大人。
哎，怎么说大哥？先给我点水。来，喝。哎呦喂，兄弟，哎，这趟真够劲儿的。我说大哥，哎，您一趟啊，我都两趟了，一趟前门呐、啊，一趟总统府。啊的，这巡长还说了，省鞋，这站岗也没这么费呀、啊。这双鞋可该对你的心思了。哎，这么大个北京城，就挑不出一双好鞋来。包上吧。鞋破了，车背他妈也长了，这日子怎么过法？真是，一天赚的钱还不够吃两顿杂碎儿。你说叫我怎么办呢？那抢去、啊、好了，别说了，咱们这院里不还都差不多吗？就拿那大大牛他妈吧，大了个肚子还把人家缝缝洗洗的呢，哎，都不容易哟，凑合点过吧。小嘴儿啊，算了，孩子都死了几年了还得洗，我哪辈子缺了德了？缺德，你没有缺德。我缺德，得了得了，都少。人呐、啊，也不能跟命争。你就单说白门里那个茶坊吧，一当巡警官就多。这分个头钱了，弄个外快了什么的。赵大爷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干茶坊去。哎，那么你不是朝下坡上走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人呢，就怕入了辙。我不管你入了哪。
为难了这个。我老爷说了，他说还是不见，他说这是国事，您学生懂什么呀？学生懂得什么？我们至少知道爱国，不像他们崇拜国家、贪赃枉法。国家是人民的，每个老百姓都有权过问，我们怎么管不着？我问你，你是中国人不是？我怎么不是中国人呢？你愿意做亡国奴吗？谁愿意做亡国奴啊？您几位赶紧走，我们老爷打电话给步军统领李长泰，这一会儿兵来了，您几位会吃亏的。谢谢二位，我要没良心，我不会告您这个信儿。您几位赶紧走吧。同学们，现在他要用兵来吓我们了，我们怕兵吗？刚才上哪儿去了？爸爸要逛天桥去了，又买了半斤。
鲜肉，说咱们煎了吃炸酱面。等会妈给你弄。哎，你别胡切呀！我来吧。我得赶紧吃，吃完了我还得看申先生去了。申先生。啊。哦，就是上回你说的那个学生。
您可怜可怜我们吧，等着钱抓药呢。孙大婶，你看我妈她怎么了？哎，大妞，我这有事儿，没事就来啊。啊啊！三分有一线之路，你想，我能舍得卖孩子吗？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，你看着就不心疼啊？嗯，这些话你跟我说得着吗？你跟那些有钱的人去说呀，这一个活人就30块钱，人家太太顶多出30块钱，我还是包跑腿的，干脆卖，把这30块就拿去，不卖还是我把你钱拿走了。二姐，别叫妈心疼。这你的命不好，真叫穷人家。哎，你还是闹不闹了？先生看得见没有？哪位？就是那个要命，你又不认识他，外边办案的人抓他呢，他是革命党的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年闹学生领头的那位先生了。是啊，没有啊，给我来2两黄的，一碟蚕豆。
题。你想玩我的财，是不是？石姐，外面风声紧，到处都得抓你，你得赶紧走啊！西去了，您得赶紧走啊！这外边还有人盯着呢，您从后面走得了。天平啊，城里头您算待不住了，您想办法出城啊！哎呀，出不了城不要紧，您先住我家去。大热天30号，这没关系的这个。这点意思，算是我请你喝酒。您这叫骂我，我要您钱，我是您儿子，您这不叫骂人吗？我没什么说的，过几年我还要回北京来。是是是，你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？你这叫什么话？这算您瞧得起我？您快走吧，您出后门啊，您就奔东啊。得得得，神爷，咱后会有期了，咱们。如今呢，我这心里头老好像有个空，那我这空还越来越大了。有好些事我简直就想不通。您说咱们这些年，咱没缺过什么德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们家里死了人了吧，我还得出来办案子来。是是，爷们儿，我并不是劝你，别净往牛犄角里钻。那你就拿我们小所来说吧，那死了。哎，还不就是死了吗？当初你不还劝过我呢？想开点，来来来，干一杯。还有那个秦大人，你说现在怎么又上台了呢？你这官儿比从前做的还更大了。哎，您说他那个牌上指着薪水啊，你可说他的钱又从哪儿来的呢？哪儿来的？还不是捞来的？哪个做官不捞钱？自由的捞钱，专制的用钱，愣舍得花50块钱给他太太买瓶香水，虽然卖了个孩子才30块钱，这叫他妈什么事情？你呀、还年轻，爷们，我可看多了。那有钱点吃不了，你可热
可也别想叫咱们穷人吃饱了。咱们当巡警的，就是吃不饱，也得挺着个肚子，愣像刚吃完三大碗炸酱面似的，还不如个要饭的呢。要饭他不饿装饿，那是为他的肚子。咱们老装的酒足饭饱算干什么的？这几十年我也就一直没有想透，当初干嘛要当巡警？你就说吧，辫子兵杀人放火你敢管？秦大人抽大烟你敢管？咱们顶多也就是欺负欺负老百姓，还管管小偷罢了。穷极了谁不偷啊？肚子才不管什么叫体面呢。他妈的，那秦大人明抢明夺不犯法，咱们穷人偷了窝头就下监狱啊，还真把咱们都给饿死啊。那学生们呢？你们怎么不起来革命了？Thank you.
好人，这我知道的。你跟他来往呢，我也不反对，是吧？可咱们不能跟人家比呀，咱们的人家不是干那个的，是吧？出了事儿又不找您，这您怕什么？我跟你说这么清楚呗，你也不小了，学堂呢咱们念不起，学手艺你又不愿意，我看呢你出来盆儿，你做小买卖去得了，那都没劲了。可你不能整天在家打游戏呀，你到底愿意干什么？你说，我愿意调情酒。啊？我从小就瞧着爸爸您穿的制服，挎着洋刀，我替着眼睛呢。那好，大夫，你可真是你爸爸的儿子。爸爸当巡警那是没法子，你们拉车去也不能当巡警。这几十年我在外头挨冷受饿，忍气吞声呀，谁都气得难受。这是个没出息的差事哎！你爱受那份气，谁叫您怕事的？大夫，你不懂。我告诉你啊，街面的事难办，你咱们势头小，又不能得罪人，是不是？你说，反正这么回事儿的。你要愿意给我提什么更好，要不去，我自己考去。反正我当定巡警了。那不就是倔脾气？我过两天我跟你说一声。
的图案你都不好。我知道，其实呢打是没有用的，学生是打不完的。是你不是怎么着，从打我当巡警这几年来啊，这个心里老是别扭。您瞧，国家不像国家，政府不像政府。咱们这几年混得不错吧？这您要瞧得起我，您就给我拿主意。您说我该怎么办？你们沉住了气。我问你，要是日本人真的占了北平，你怎么办？那我跟您走。你想想再说。这他妈的讲什么呀？我跟您走就去了。好瞧瞧，太服，你瞧得起我吗？您这什么话？这是你把我当做？有一天我把你送走了，你可别一个人偷偷的回来了。孙先生，这话我跟您这么说，是我是没面子，这点道理我明白。要是你爸爸不答应呢？那咱想办法。我得走了。你哪家？球城。球城哪家？到卢沟桥。不瞧干什么去？有事。
子弟兄。这不对，你他妈中国话不会说吧？我姑娘弟兄，没有，我们这都是男人。我姑娘的没有。你的兵哥。刘小玉，你的心大大的哎呀，小玉，小玉呢？是人走了吗？就要进来的小玉哪去了？里边把小玉拉出来，快！是，慢慢的。我的刀无力剑，你的马豆马豆，三楼吧。三楼。吉纳的花姑娘，大大的好来一个，我的心焦心焦一哟，我的。小玉交出来，说藏什么地方去了？说，小玉这亲戚家去了。你这是
的活儿，你那边都接头好了吗？都接头好了，谢谢你就不来接我。你就是这点不像我，我也就是这点不如你。孩子，一路上多小心啊！打游击可是个危险事儿吧，自己多当心。好孩子，啊！大婶，大叔，您二位多照顾我爸爸，你放心吧。你衣裳带去吧，夜里头多穿上点儿，别着了凉啊。您老爷也多保重。这是你妈死的时候留下的20块现银，你带去吧。我有呢，拿着拿着，拿着吧。那您留10块，我拿10块。你师傅是来了。工作，这他妈的不要脸！别人不知道。
很可欺负他的底细，他就是画车非把你认识。什么？他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把你们小妹给逼死，这胜利了，他又做了官了。我跟妈妈越过越糊涂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情啊？暗中央，暗中央，中央来了，咱们更高端。妈的，我真想进来给他们干下去，非得跟他打官司。沉不住气，这种人啊，咱们惹不得。怎么惹不得？我埋了他也不冤枉，我恨不得吃了他。你是咱们的小妹，你要出来解头痛，你上哪地去？杨委员长到北京了，有陈素江，咱们投陈素江去。陈素江啊，哎，陈素江要是有用，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呢？这个世界上要是都讲理了，也就用不着我们的当军警了。兄弟，我比你大几岁，咱们这做老百姓吧，您这一块要不来了。我这是一口气，难道小弟就这么白死了？我是胡局长啊！是我，什么？记不清楚了，叫什么？江源啊，叫我汉奸。组长，这个您明白。明白，这个您交给我办好了。大六条30万，好了，是的。周坤，大六条30万，金元。生气，局长，您看看我的面子，您饶了他得了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我伺候着你，叫两口杂饭，秦大人吗？金云是你什么人呢？我们不同院。是亲家，你忘了那年您当翻译官的时候，不是我带着你？你有个儿子叫海福，是不是？
什么时候加入八路军？不知道我也局长呢。哎呀，说出来，我有好处，你也有好处。局长，我是不知道。年轻的时候啊，
还是老头的报告行吗？